打大树带 TP 也行，确实。他们家可能会来抓野啊。对面的近带的是净化，对我威胁并不大。卡纳维。啊，不对，卡哇伊，卡哇伊，我寻卡纳维呢？미니언들이산성되었습니다。视频一会儿看啊，先放在这里。哟，宝宝扭蛋，我们可以来宝宝扭蛋了，来六个扭蛋。Flame 大树。你这一级学个这么个玩意儿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怎么学亚洲捆绑啊？一级啊！凯隐。应该问题不大，去插个眼儿的。这大树有点吓人了，我这一看呢，你看看。这大树这一瞅有点吓人了，这是旁边肯定是有人了，这有底气了，这上来敢捆我了。别打我炮车，我靠，我炮车让小兵打死了。怎么没有呢？右边那有人呢，这刚才那凯隐一直瞅着搁那儿呢，还没有呢。还有两个药啊，他血怎么满了呢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啊！你今天也别想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炮车，我不补你也别想补。我不好，你也别想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别想好了你，操了！
200块也没了。嘿呀，大树斧倒是不错呀，大树。嗯，大树。大树。终究还是没干过防御塔呀，大树都没动，我动了，我却死了。不是，其实我就想 W 双 Q 试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就想尝试一下，我并没有想说非得要杀他，我寻思我杀不了我也能走，对吧？真是天晴了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是行了是呀，你又觉得你是行了呀，你这个大树啊，还有我操，还敢先捆我了，现在敢先抠我，先捆我，你是真是行了，这一看呢。你这个大树，这个传送到现在还没用过呢。敢打？还行。
832块。他们家这凯隐啥也没干，我说是没想到啊。这凯隐啥事没做。哎，为什么下路我没传？不对，下路死的他有点快呀。这上不了啊！哎，女枪不错啊，就是一个也没打死。是时候该回家了。血也有了，上去，给了一层塔皮。大树起飞，他起个屁飞，他起飞，他就吃了一层塔皮，他就能起飞。我一会儿还得吃他一层呢。大树，想吃炮车，这个大树啊，那能让你吃到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好你个大树！逼了 AD 一个闪还行，回家不能再推了，再推了如果他出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兵了，没补给品了。出来了，这波凯隐可能会过来抓我。没来，可以啊。凯隐人呢？凯隐为什么见不到凯隐人了呀？下路没了，嗯，那你多可怜呢。确实应该推上路了，不是逛街啊，下路刚才这波我不知道他们家 AD 辅助在没在，在了我如果越塔了我们家人全死了，这是一波大节奏，这不能带这种节奏你知道吧。日女扛塔来，
这得杀呀，这大树，这大树必须得杀。我们这四个人还能让他跑了？猴子是一个相对全面的英雄，差个减速，差个真实伤害，就全面了。意带减速，这个 R 带真实伤害，被动，这都可以。剑姬，剑姬可没有控制哟。敢上？我相信他们不敢上。这把打完就吃。卡牌如果再敢削钢，我就单杀他。绕一圈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眼儿啊。小龙得要啊。卡牌这不全送了吗？这左边卡牌来砸中就死，不是怎么突然之间跑这么快呢？哎，为什么卡牌跑这么快啊？而且是一瞬之间。这老弟我估计是要够呛了。龙没打呀，不整事儿呢吗？打不了龙，他们没事。这个龙应该是我们的。OK。
我估计这猴子可能还得被削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应该还得被削，因为这个英雄呢，就是现在你看着这选上单没什么好选的了，你知道吧？奥恩也被削了，大树也被削了，没有什么好选的了。暴打龙，哎，可以。你挺飘逸呀，兄弟。哎呀，这都没死啊！他应该是去打蛤蟆去了吧？这还能？难道还能让你给跑了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还能让你跑了？我看你能钻哪去？你给我钻到地图外头去啊！哎，你钻地图外头去，来，我看你能钻哪去？人呢？怎么跑这儿了？这玩意儿也太 bug 了吧！可以。龙拿下，我有假猴，没事。哎呦我操，这也能捆着我。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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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差几个龙 buff， 一个两个可以接受。死亡之舞了。还行，龙拿下来了，可以接受。来推下路吧，正好我死亡之舞。直接一波感觉可以，我们有大龙 buff。一波呀，一波一波一波，不回家呢？哎，先把这大树杀了，不行，来排引，可以。那算了吧，那就补一波了。小龙可以要，正好是龙魂，哎，可以啊。
这波我们直接回家，如果出事我们就传啊。下波有闪，最好下波的时候整个能整个秒表出来。投降了，那可以啊、哦！投降了还是可以的。